But I want to be clear. The reason we are endorsing a strong focus on inflation is because inflation has been quite stubborn, and the risk of inflation expectations de-anchoring has become more visible. We cannot possibly allow inflation to become a runaway train. I think the one thing that I'm concerned about, which is what the Federal Reserve's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doing on the global markets. 好，所以还要最主要还是要看那个通膨，美国的通膨的下滑的速度是多快，可不可以很快的降到3-4%？我是觉得不太可能啊。所以到年底能够到6%，我觉得算是不错。那如果7%，我也不会太意外。好，所以如果这个通膨下滑速度很快的话，那也许明年一月二月就可以解除警报。那如果没有，到一月份还是维持6%+，那搞不好联准会还要再升息，那就更麻烦了。对啊，老师，鲍尔说要到二有可能吗？不可能吧。二到明年年底看有没有机会吧。我觉得明年第二季之前呢，不太可能，因为我讲了、那个。这里面有供给面的问题嘛？你现在只减少需求面没有用、你供给面的问题要解决，对吧？就说俄乌战争打到什么时候？不知道啊，对不对？大陆的疫情什么时候可以完全结束？这都不知道嘛，这些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在那里，这个都是供给面的影响。所以你需求面可以抑制，提升利息预算，但是那只是一部分啊。那供给面的问题，如果你没解决，假设我讲这个能源价格还是很高的话，那你后面，所以就还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在那里，所以我觉得2%现在看起来好像还蛮远的。是因为美国不断的升息，所以呢，我们不断的贬值，尤其是最近真的贬的幅度非常大，然后台股也不断的下杀，这非常的惊吓，而且大家最近说那个台积电已经看到3了，好惨。所以我们在那个央行在，因为央行最近其实一直被骂，对啊，你这个升息幅度不够，当然他说他有很多的考量了，当然，所以我们因为升息的幅度非常的小，然后再加上我们受到全球景气的联动的影响，所以我们整个台币就变得更重。那看这个外汇存底上有一些很明显的变化，就是央行在里头操作的痕迹很明显吗？对，最主要是通膨了，因为我们的通膨没有美国那么严重，美国8%嘛，我们通膨才3%左右，所以我们的央行他在考虑抑制通膨的时候，他其实就不需要那么大的力道嘛，因为情况不一样，对不对？那另外一个还要考虑经济成长的问题啊，那我们现在经济成长也在往下掉，然后出口也不好，所以央行如果利息升太多，这个经济成长就会掉更多，所以他必须要全面考量，而不是只考虑通膨，我觉得美国也是啦。所以你讲说这个2码3码是不是太多或太少？我觉得这个见仁见智，因为你要好几个因素要同时考虑，就是它都一定会有鹰派跟鸽派嘛。所以看法是怎么样？这个大概是很重要的因素要考量。那现在因为我们的出口变得不好，所以我相信央行在调升利率的时候它会更谨慎一点，因为你利率又上来，房地产又变得不好，消费又变得不好，投资也变得不好，那对经济成长影响会更大，所以它在调的时候就会比较小心，所以我觉得大概就维持6:1嘛，这个他们12码我们就2码，那所以他们17码我们大概就3码，我觉得差不多，所以我觉得央行还好，不至于太那个。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钱流出去嘛，所以新台币就贬值。那但是呢，我们虽然说景气不好，然后出口不好，可是我们如果跟日本跟韩国比的话，我们情况还比他们好一点，所以其实新台币贬值的幅度跟他们来比还是好很多啊。所以台币现在对欧元都是在升值，对日币也在升值，我们对韩环的升值也非常高，现在1块钱台币可以换45块韩币，以前才换到30几，现在换到45，所以我们的央行基本上来讲就比较采中庸之道了。
大家都贬，我们也贬，但是我们没有贬的那么多，对，所以他采取一个比较平衡性的做法，应该这么说。因为我看我们其实外汇存底上好像有在下降，下降的幅度有在下降，大概最高的时候我们将近5500亿嘛美元，现在大概5400亿，大概少了100亿美元。100亿美元金额当然很大了，可是就整个外汇存底来讲的话，其实还好，因为我们5000多亿嘛，少了100亿的话，这个是 billion 呐、啊，哦，就5411亿美元，这应该是541个百亿，所以应该是5410亿美元，对，这是最新的数字，好、哦，这是9月数字，最高的时候应该是在2月的时候是5499亿，就大概差不多5500亿啦。那现在是5400亿，所以少了100亿，少100亿美元当然也是多了，像大概3000亿台币也是很多。所以它变成是去微调它，可能某一天贬太多的时候，它、哎、可能去拉一下，稍微拉一下，对对对、嗯、对。所以它并没有就是真的很出手去调节很多，因为我看它1到8月，其实我们就是在外汇操纵上面卖出外汇的比例，我看它。那时候，杨金龙在立院说，大概1.0几左右，1.0几，因为我记得外汇操纵国就是2%，两趴，对，所以他1.0几。你如果照这个数字来算的话，对，5000亿里面的100亿嘛，2%就不到2%，对啊，所以其实还好啦，央行一定会有在里面干预的嘛，一定会，只是多多少少而已，那因为大家对美元贬嘛，所以我们跟着美元也贬，只是我刚刚讲我们幅度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大，所以我们对日元对韩元来讲的话，我们就变成是升值的，就我们假设啦，我们对美元贬5%，那韩元对美元贬10%，那我们就是对韩元升5%，就基本这样，所以我们现在是对美元贬值，但是对其他国家我们是相对升值的，这个对我们的出口不见得有利啊，因为你卖到其他国家就会吃亏了，所以难怪有人说其实我们贬不够多，因为订单都跑到日本那边去了。对，这个就是相对来讲，因为我刚刚讲如果你贬太多的话，你的进口物价会变得更惨啊，好，所以台湾通常都会走中庸之道了。对，因为我看我们最近的那个货币数量上面好像也有很明显的调整，也在下降，对，也在下降，对，所以等于是说我们也在紧缩货币，对对对，因为你调升利率嘛，对，利率调升，然后货币供给就会减少，只是我们还是一样，我们下降的幅度也在下降，只是所以我们这个是等于如果以一年来看的话，我们其实速度还蛮快的，如果以 M2 的话，蓝色来讲，蓝色降幅比较慢，也在下降，对，比较慢，可是 M1 降的比较快，对对对，通常都是这样，M1 下降比较快， M2 下降比较慢，因为 M2 的金额会比 M1 大很多，总金额来讲，对，但是当然还是因为在你利率调高2码嘛，那其实是蛮多的，所以货币会紧缩。可是跟美国来比，我们算好了，因为美国一年之间，美国的 M1 大概成长了300%，就是 QE 无上限嘛，也就是砸很多钱，所以现在快速萎缩，所以到我们其实也有一段期间上涨了，速度非常的快，20%左右。对，这个对台湾来讲已经是很严重了。对，我们也是上涨速度很快。对对对对，有20%算是快了，但是跟美国300%来比，其实还少很多。那美国现在也大概也掉回了大概5-6%嘛，很快就掉下来。他们还会再往下掉，因为他们的利率还在持续的上升。对，老师，因为很多观众其实可能不是很懂，老师可以简单跟我们讲一下，他这 M1B 跟 M2。还有它这个相减之后代表的意思是什么？ Okay, 好，那个我们货币的定义有很多种哈，因为货币就是基本上交易用，那大家用的最多的是现金嘛，所以现金最用。那企业界很多时候就用台支票，好，那个我们叫活期存款，所以我们讲 M1 指的就是现金跟活期存款，这个是流动最多的哈。那然后我们还有邮政储金嘛哈，那个我们叫 M1B。那也是很大，那个金额就是经常会流动的哈、哦。好，那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定存它流动性很低，但是你也还是可以解约来用嘛哈、哦。那个我们就把 M1A 或 M1B 再加上定存就变成 M2， 所以那个金额就会大很多。
好，所以基本上如果像你像我讲 买股票，你随时拿钱去买，所以股票市场的波动就跟你的 M1 的变动会有关系。但是如果你要去买房子，对不对？两千万的房子，你需要三百万的投机款，你很难有三百万的现金嘛，你大概就要把你的定存拿来解约。所以 M2 的变化就跟房地产会比较有关系。好，所以我们采取不同样的货币定义来看对不同样的那个资产的影响是怎么样。所以有的时候会看 M1， 有时候会看 M2， 基本上是这样。所以但是基本上来讲，如果说像 M1 的数字如果增加，比方说央行放了很多货币出来，好，把这个民间的这些定存这些一些金融商品哈买回去，放流动了很多货币出来，那大家口袋里面就有钱，有钱以后就会想去买东西，那买东西物价就会起来，所以 M1 M2 增加的时候对通膨来讲就是一个压力。反过来讲，现在通膨很严重，那央行就要想办法把这个 M1 M2 收回去，那货币数量减少，大家不想买东西，那物价就会降下来。好，所以我们通常讲就是这是Milton Friedman 讲的哈，这个他说所有的通货膨胀都是货币现象，就影响通膨最重要就是货币。那现在美国通膨很严重嘛，所以他就赶快把货币收进去，利率提高了，大家就钱就存到银行里面，他央行就把钱收回去，所以货币数量少了，那通膨就减少嘛。好，所以大家就看看这一块。可是我刚刚讲的这次影响通膨的不只是货币需求面，还有供给面的问题嘛。所以现在我们在处理的都是需求面，那供给面如果你不处理的话就比较麻烦。好，那美国就是因为2020年的五月，那时候还是川普在当总统嘛，因为美国的疫情实在爆发太厉害，五月的时候美国的失业率大概突然间跳到大概 10%， 因为大家都封城，然后大家蹲在家里面不能出来，所以他的餐饮啊，所以消费一下就不见，所以后来川普就开始推你失业了我就大量的补助你嘛。最重要一个就是他叫做 QE 无上限， QE 就是货币宽松，所以他货币宽松的政策是没有上限，所以我就要大量的印制钞票，然后企业要借钱我钱就直接借给你，好，你拿一个本票给我，钱就直接借给你。所以从2020年的5月大概到2021年的5月，一个月之间货币供给增加率美国了大概就到 300%， 那是大量的钞票在流动。那我们经济学上讲，虽然说大家有了钱就会去买东西嘛，可以刺激经济，但是经济学上始终告诉你，任何事情都是有成本或者有代价的啦，没有白吃的午餐。如果印钞票可以这么容易解决问题的话，那大家就印钞票，钞票又成本不用成本嘛，对，你就随便印，当然不是这样子嘛，最后就引发通膨，而现在看起来就是这样子啊，我们现在在付出这个代价。好，所以他现在赶快把货币收进来，好，但是只能解决一部分的问题啊，因为我刚刚讲这次的情况复杂很多嘛，还有很多供给面的问题要处理啊。就是美国，那台湾当然也碰到这种情况，因为整个景气不好，所以我们货币供给也增加，但是我们没有美国那么严重，所以我们增加到20几个%。我们平常在正常的时候大概是5-6%的 M1 成长率。好，那然后慢慢情况好一点就开始慢慢下修。那现在到了大概6.7%，还是比在正常情况下可能还是再高一点，通常大概只有5%左右 M1B，这个还在5%左右，所以这个可能还要再下降一点，就是回到正常的情况了。对，所以我们变成是说，我们如果升息不要那么多，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货币数量上去控制，也可以让资金紧缩。对对对，不过这两个是联动的，如果你的货币供给减少的话，那利率也会上来，或者你直接调升利率减少货币供给，这个大概都会联动。对，而是因为我看那个杨金龙他在九月这一次里监事会议当中，其实他回答记者问题有暗示性的说，因为有记者问他说，那你年底还会不会继续升息，因为美国会继续，那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不用跟着他，所以我们有可能到时候他升个3码2码总共5码，然后我们不跟着升，我觉得不可能，因为你如果不升的话钱一定往外跑，所以一定会升。但是我刚刚讲就是6:1，现在看起来，因为我之前看了
他们升一码、两码、三码的时候，我们大概就升一码；那他们升三码，我们就升半码；他们再升三码，我们就升半码。所以我大概就是六比一。所以如果美国真的升到十七的话，我相信我们大概就是三码。所以变是我们十二月里监事会有可能升到一码，有可能啊。如果三加二的话，可是他不是有去动那个存款准备率往上？那也是一个方法，就是你调升存款准备率的话，货币会收得更快。那当然也是，那货币收下来，大家不容易借到钱，那个市场利率就会升上来，所以那个效果其实方向是一样的啦，只是动存款准备率的话，那个效果会更大，收缩货币的效果会比提高利率收缩的那个效果会更大。对，因为我在想说，他是不是不要直接升息，是不是考虑到就是很多背房贷的人他们有这个压力呢？但是我刚刚讲的，如果货币供给不够的话，大家去抢那个钱，那利率还是会上来，所以还是 会彼此影响的。对对。但如果他年底不要升那个一码的话，有可能例如说一样升半码，然后存款准备率再调升一点，对，这也是一个方法。对，但是那个只是代表说他的基准利率调的比较少，可是市场利率搞不好还是会涨很多，因为你钱不够，大家抢钱的时候，市场利率还是会上来。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大趋势了，因为美国影响实在太大，所以大家都要跟着美国走。最重要的关键是因为美国美元是我们叫做 key currency， 是关键货币，全世界都在用美元当做基础交易，它等于是说世界性的货币。所以当这个世界性货币发生变动的时候，大家都要跟着它，所以这个整个趋势就会被拉着走，是没办法的事情。我们在中间摄影棚前天后都是用水神，空间比较大，可以使用的是这组，是大概是八坪左右。那么如果说空间比较小，两到三坪左右，或在车上，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比较迷你的水神雾化器，在车上用也是非常的方便，可以来到快点购来买送水神，一举两得。